在碗里，量一下体温。体温有点偏高，可能会发烧。那让我们再检查一下他的耳道，耳道一切正常。接着我们用口腔镜检查一下病人的口腔有没有破损。没有。好，现在断定为病人有点发烧，先给他打一针。好，现在呢，救助一切完成，我们需要把他送到医院。一切准备就绪，送病人回医院了。棒棒糖！哇呀呀！你这么大的棒棒糖，我也要吃！哎呀，今天这个吃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我用胶囊粘土做的呀。粘土做的？你看，它一共有两层的，每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。你看，粘土放在里面呢，就不容易风干，而且柔柔软软的。哇塞！那我知道了，你用粘土做一个棒棒糖，那我要用粘土做一个千层的爱心蛋糕。当然可以啦。第一层我们做红色的。借助工具把爱心磨平一点，放上奶油，盖上橙色的，骗了一个正方体出来，而且我发现
彩笔方面吧。哎呀，用我的双笔。哎呀，你的彩笔不要，你的蜡笔也不要。那你有什么画画呀？我要用我的笔记马克笔来画画。我这个笔记马克笔是100色的，给你们打开看看，里面各种颜色都有，特别的齐全。这也太棒了吧！我这个马克笔呢，涂起来特别的顺滑，而且不管我怎么涂，你看它都不会晕染，还可以叠色呢。它不仅可以在纸上画画，它还可以在树叶上画画，任何你想画画的地方呢，它都能画。噔噔噔噔，你看，我用笔记马克笔画的蝴蝶就画好了，颜色特别特别的均匀，而且后面也没有透过来哦。哇塞，这太漂亮了吧！那我也想画。当然可以了，一共有100色呢，你可以画，我可以画，我们三个人一起都画都没问题的。我要做小熊了，现在我画它的耳朵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缝制这个小猫吧，这个呢是安全针，不会戳伤我们的小手。在制作的过程中呢，可以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，提升我们的专注力。就这样一戳一拉，特别简单。缝制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贴上猫猫的耳朵、猫猫的眼睛、鼻子、猫猫的两个红脸蛋。我的小猫呢就缝制好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做的也是对的，只不过是简单了一点而已。我的这个才是正确做法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快动起手来跟我学习做车车画吧。你一张，我一张，你一张，我一张，你一张，我一张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开始贴轮上啦。哇塞，好好看呀！那我要贴一个这个冰淇淋，可以贴在这里。我这个是蛋仔派对转印贴纸，每一个都特别可爱，那我就选这个吧。第一步用剪刀给它剪下来，第二步撕掉薄膜，第三步贴在想贴的位置按压，第四步用湿巾打湿，噔噔，一个可爱的蛋仔纹身贴就完成了。而且它是防水的，洗澡的时候也不会搓掉呢。我也要给我的纹身贴上面喷水来搓一搓。但是你这好漂亮，能不能稳一些？